刘美华的那段视频是你放的吧？你怪我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是他自找的。哎，江真怡。喂，你好，是张记者吗？我有物料举报。车再往前一点，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报道。现在家里气球已经挂上了，然后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，现在围观了很多人。别傻站着了，给余生打电话吧。我打了，他不接。丢人现眼，你打。好。喂，别整了，我是你江伯父。放外音。啊，江伯父，对不起，是我不能当接盘侠。玉成啊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要不你来家里，我让依儿给你解释解释。算了吧，伯父，您和我父母是世交，我是看在两家交往多年的份上才接了您的电话。这些年一直是您女儿纠缠我，我也从未爱过她，想着两家世交才愿意娶她，如今她这副样子，我真是接受不了。就算你想和我家断了交情，我也没办法去见江真怡。玉成啊，你听我说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是心有心眼神，倒映着忧伤沉沦，为铭心刻骨，字字句句都太当真，不再提起的吻。